接种2019冠状病毒疫苗可以确保你自己、你所爱的人和你的社区安全。疫苗安全有效，所有的澳洲人都可以免费接种。疫苗需要接种两剂才可以发挥正常效用，所以记得一定要回去打第二剂。我们团结一致，确保人人安全，保持健康，接种疫苗。